马上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好吧，。298 frozen patties later. 不热吗？啊，我吹着这个还好。四毫的那头发，那老长了。对，胡子也很长。Hello, it's me. 可能这个疫情过了，最想干点啥吧？去公司吧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在北京怎么工作过。北京我最熟悉的宿舍、公司、华联超市是最远。哦，等疫情过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去趟京城。去人的时候带你妈几个去北方卖旅行。啊，这个变声怎么样了？我觉得挺好，我觉得已经到尾声。是吧？我觉得我能上去，是吧？因为你变完声之后，能比狗狗唱的更高吗？比狗狗现在吗？可以拼一拼，我有这个信心。也想不太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哇，这个放开一点，不行，我怕我破。谁都得破，都是从先破开始，破着破着就破茧成蝶了，破着破着就破茧成蝶了。这一个假期整个了。他拍给我们看了那个照片，42的鞋。哎呀，这脚可不能再长了，这脚长什么了呢？还穿41的鞋。我们大的餐具都是42。哦，刚好我们把镜头照到这花儿呗。有点可惜，这个路好差呀。哦，到了酒店里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该睡觉了，晚安。Day tw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韩宇，准备去吃饭。其实淼叔帮我点的面，还有这些，正在消毒，消毒消毒消毒。这只有你们用的。峰哥也好，今天 Mark 哥也好，你们我还是有点紧张。没有和哥哥混得太熟， Mark 哥哥也比较害羞，内向比较害羞，都不会去特别的主动的去。一个哥哥就是把我们就是当成什么，我们不敢乱配合。他们有的时候挺喜欢跟你们交流，就会问一些问题，跟你们找一些话题，你们仅对他的话题做回答，我们就没有就是延长了，好比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忘不掉了，我们六个人从这么几节面前就过去了。要不行，太 nice 了。